没有给机器猫炖素酱的。吃吃，先吃一会儿再说。于老师说给多少给多少啊？快听我的，他这吃的啊，我把饭馆老板叫来，去出去给于谦的手撅折仨，快点。这没，你损不损呢？花200我还能接受，哎，省300，多了我不干。嗯，他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一点头，成了，完成任务，嘿，这吃吧。啊，吃完了，行了，结账。哦，我是于老师说给多少，咱们就给多少啊。看我吧，咱们看看于老师说给600。怎么给600了？这手撅成这样。哎，好嘛，撅这仨呀，把我气的。啊，数600块钱，给予你，真给。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吧。他走了，奔后厨找老板去。咱俩今儿得拼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谁让你撅成这样了？对呀、啊，把事儿一说，他乐了啊，认便宜吧？怎么这么撅是800？这个、啊。好，谢谢两位老师。